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仙女奥利。不能笑，我要一本正经的给你们录一个小视频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首先呢，奥利在这边祝贺大家那个国庆节快乐，还有中秋节快乐。这两天呢，就是收到了很多来自于大家微博上还有 YY 的一些私聊啊之类的，就是一些关心跟问候。因为前两天我呢是。生病了，就是有点发烧，然后感冒咳嗽什么的，然后挂了2天点滴。很少上网，所以说没有一一回复大家。然后今天呢，在这个视频里面，就借这条视频呢，跟大家报个平安。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已经康复了，可能就是嗓子还有点哑，不过已经没关系，就是很快就能好了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一些关心跟问候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想说在这条微博的下方的一些评论当中抽取10条评论，然后抽取10位好朋友，就是赠送每人100软妹币。虽然说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呢，也是我对你们一些小小的心意。我还没有正式在 YY 上面直播，但是呢，就是通过这一个月以来我在 YY 上的一些，就是在 YY 上的一些时间吧，就跟大家一起相处的一些时间，我觉得就是你们都是一些非常热情有爱的一帮好朋友，所以说呢，很开心能够认识你们，好吧，也谢谢你们能够支持我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就还有一个就是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，就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，然后帮我想一下这个问题应该要怎么办。是这样子，就是前两天我不是就是一直咳嗽，咳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嘛，然后以至于后来我只有在沙发上挂点滴的时候，挂完点滴才能在沙发上稍微的睡一会儿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我在床上睡不着觉，我只有在沙发上才能睡得着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不想一直都睡在我们家沙发上，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就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